近日，四川一女子发帖吐槽，称自己因为鱼刺卡喉去医院挂急诊，总共10分钟，手术费花了52元。原来医院才是赚大钱的地方。原本是想质疑医院收费不合理，但在评论区却翻了车，被众多网友怼了回去，称她的质疑不合理。这名女子还晒出了自己的急诊挂号单以及收费单，普通门诊诊查费2元，耳鼻咽喉科急诊17元，手术费52元，总共71元，时间为晚上11:06到11:16，确实只有10分钟。据上游新闻报道，从事发医院了解到，取鱼刺的收费价格是有据可查的，并没有乱收费。医务人员表示，自己也在网上看到了这条帖子和相关评论，谢谢大家，说明明白人还是很多的。相关专业医生也表示，直接取出鱼刺花费不多，但严重的鱼刺卡喉可能致命，需要200-300元到5-6千元不等。